又是第一个了。但我不要吃生菜。I thought you'd never pick me。那晚我在环球玩了等级时的 VR 实境恐怖实验室，要自己躺在一张病床上，实在那个超恶，后来我没有玩。喂我吃虫，切我的嘴，好恶，还好没去玩。最后还因为我是失败品，把我从顶楼推下去。干好恶，那个听说超级可怕哎，那个我没有玩啊，太可怕了。那个好像就是戴 VR， 然后你就要躺在一个船上，然后干会做一件很恶的事情，干想到就想吐，不行，好恶哦。还好我没去玩。我这次去环球最大的挑战就是我成功玩了简单版的云霄飞车，就是哈利波特乐园不是有一个什么？哈利波特乐园不是有个东西，就是哈利波特区不是有个比较小的云霄飞车吗？我是玩那个，我只敢玩那个，其他不敢玩。Cindy 不是说不很可怕吗？干，我觉得很可怕，听起来就很可怕，那我不敢玩了，太恶了。我觉得戴 VR 很恶啦，是戴 VR 的关系。干，戴 VR 真的是会想吐，你又要靠那些这么恶心的东西。哇，上路带点燃，想要杀爆哎！而且我没有带魔看靠背，我正好带有 CD 吧？我也没有 CD， 有 CD 不好。飞天翼龙，但飞天翼龙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啊，交给你的蜘蛛。看我人最好哎，帮他砍了两下。哦，干，上路是马尔扎哈哦。飞天翼龙跟向后的云霄飞车都不敢玩，就别说 VR 会害怕了。俗辣陈盆年，嘴炮，干嘛啦？哎呦，惧高症不行哦，惧高症不行哦，惧高症爱到你了吗？会嘴。哦，蜘蛛一个手上，后来也跟着死。等线回来好了，不推，他士兵才七只，等线回来了，这个迟早会回来，已经在线。其实我带 TP， 我最好积极跟他换血。呵呵，走开啊，小草草！旅行箱。中路单杀，下路被下路被干了，二换二。
I thought you'd never pick me. 大家看，汇聚高，怕吃番茄的人都能开台，有几千人看，而且有八七花钱跟他说话。这个世界只要努力，没事情是不可能的。大家加油！ Okay. 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抖内，感谢抖内。算我刚漏了有点多兵，应该不会进来撞我吧？不要、哦、大哥！哦，大家真的好烦哦，在那闹。感谢抖内。哎、欸，这个人不会这么没品吧？哦，没了没了，滚滚滚滚滚，别再闹我，谢谢你。太励志了！哎、欸，高手。有点强、啊、六等，你要小心点。刚好想干下路啊，但是没什么机会。帮我继续跟蚂蚱也是稳龙而已，我会杀不了他。我要利用 TP 啦，但下路没有 TP 耶。下边不用。下个眼给我，哇！他那边下只眼，等他们压进来我就可以打了。哦，我在上面跟蚂蚱跳恰恰。哎、欸，靠背！哇，今天士兵好累啊！那个动作挥到一半了，还收回去，收回去的动作就回不去了，你的 CS 就这样回不去了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他会看我杰西的抽筋哦？机子坏掉了，坏掉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抽筋呢、啊？哎、欸，这个他要干嘛？哎、欸，小兵，小兵，靠背。太扯了吧！靠背 AD 八颗头了。跟蜘蛛那个蜘蛛太累了吧？蜘蛛怎么会绑那里啊？蜘蛛绑了一个超级奇怪的位置、欸。天哪、啊！我还以为这波有戏，结果蜘蛛零作用就死了，那这波直接挂掉。哇，蜘蛛给他爆了！
没有吧？这波是蜘蛛那个吧？蜘蛛那个啊，他闪板没板到啊，他板的怪怪的，他板到神秘格应该都杀得到了。这边三个在这里，然后他板这边，然后我是被小兵给杀了，小兵有点强。哇，伊利超肥，八颗头了。那个好不妙是吧，这把太不妙了吧。极度不妙的一场啊。810的伊泽瑞啊，哇，他来上路杠我们了。要怎么办呢？不妙啊这场，我觉得我要退了。有人可以救我？旁边有李欣，我要小心点。感觉想做坏事，下路单杀，有闪吗？有没有闪？我感觉刚伊利太调皮，所以我就可以制裁他了。好，开射了，各位。哎、欸，别堵我，别堵我，别堵我，你自己去死，你自己去死，别堵我，别堵我。干嘛、啊、这个人？给你一炮啦！顶得住！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顶住了，顶住了。嘣 ！Double kill！ 起风啦、啊，各位！哇，这一炮好关键哦！哇，这炮好爽啊，怎么就这么爽？起飞喽！你真的老了。这一炮射三点，哇，这一炮好猛啊！一炮三响，起飞了，起飞！我终于有用了。阿姆斯撞什么炮了吗？我能不高吗？可以。起飞了，起飞了。嘣！
烦哦、喔，这个经济操作哎。好，拿头但不能膨胀哦。动作好慢啊！ I thought you'd never pick me. 这波索却操作还双杀，不够个我对不起我父母。啊，其实是靠赛好不好？咱们打喽靠赛啊，轻松自在嘛。两只有人过来吗？是两个小王八蛋，三个小王八蛋吧。啊，他妈溜了。掉了。好痛！哎呦！感觉被他怎么要打？还行还行，二换三。哦、oh, ，nice， 跑掉了。哦、oh, ，蚂蚱感觉会交闪了。蚂蚱应该交闪线，我死去了。哎、欸，话说有没有人解析出圣杯啊？因为其实这个版本，我刚想到，其实这个版本。这版本不是法洛斯有人出圣杯吗？好像是因为魔不够，因为这版本很多人不出水滴，是因为水滴前面太多装了。但是如果你不出水滴，到中后期你会没有魔。那如果出圣杯的解析会怎样啊？是不是没有人出过啊？你魔够吗？还是你要给我？好 ，OK， 你拿吧。不然我好，其实这版本解析不出水滴创意牛魔。感觉理论上可以耶、欸。我真的，我魔剑出来，我那个魔力深渊出来就吃那个，我魔力深渊出来之后就出魔剑好了，就出那个啊。魔力深渊出来之后我们就出圣杯看看，我觉得理论上是可行的、啊。不然他好容易没魔，你看这回魔出魔，我喷个四发，我一 Q 四发就没魔了。一 Q 一次就耗130呢。问题如果你要持续的 poke 的话，
吓死人，吓死人！快跑，没毛喽！好，等等出个圣杯，新出法杰西圣杯，感觉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对面这场魔抗也够多了，魔攻也够多。伊德瑞尔也是很多 AP 伤害，然后菲斯跟马扎卡玛都是 AP， 改出圣杯应该真的不错。不要不给李星，不要给那个李星或伊德瑞尔点到太多下就好。有点危险，我过去了，应该没事。No。今天大概漏了30士兵，实际上我现在士兵应该要187了。哦，好痒啊，396而已，还有那个冰球。没魔了，没魔了，帕萨！看我这就是需要买圣杯。买个圣杯吧，不然打一打就没魔了。圣杯到底强不强啊？提高100%魔力回复，哎，那很强，对不对？我干，超痛哎！800滴就这样没了。伊普攻加 Q 一下，我就下了。再见了，队友。再射一包再走啊！吃我的灵丸呐、啊！不要啊！完了，超赛超赛，他们怎么会走到那里去？他们两个在干嘛？超嘞！
不想过去了，我叫他们再送走，我拿他好了。不要啊！别冲动，大哥，哥无法帮助你啊！我在后面装满，一直拖着他们而已。嘣，没了没了。上路这个凯特琳拿塔，啊，掉两颗头而已，不要紧张，没有亏，没有亏。看对面的运气也太好吧，两火下一条水龙，干好可怕啊！不会有人在这里吧？他们不会像神经病一样蹲那么久吧？应该是不会，我们就过去吧。真蹲那么久，那我就死吧，我就给他们杀。哇，队友是不是？这看起来不是全部死光。还好哥资源来得及时，换掉了对面两颗人头。我干，有资源！哇，这个盾太大一格了吧！嗯，给了给了。哇天哪，盾太猛了吧！两个大绝，李斯去。哇，这 AD 太强了吧 ！AD 的差距啊，这 AD 那么强。他妈盾太硬了，嗯，然后就要出什么嘞？嗯，水晶弯刀吗？水晶弯刀出了吗？咋哈？感觉没什么可以解了。我觉得要伤害，我们团队伤害好低哦。对面是干两火一水天选之人呐、啊，这个龙也太怂了吧！毅力太肥，15吧，像凯特琳射人 不太痛。
拍谁拍谁，大哥大哥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的。色卡吗？好了，哎呦，拍谁拍谁，手滑手滑。拍谁拍谁，这意外意外意外，人都会有意外的时候啊。欸，感觉出圣妹不错欸，出圣妹之后我真的 EQ poke 好像不怎么会没魔了。900块给你无限的魔，感觉 CP 值蛮高的啊。哇，反倒当然没有意义。怎么了，小五？哎，三路，你们多打少就打一下好不好？我守不住了，开战，开个战好不好？他妈正好这样没死哦，因为是坦克是不是啊？正好他妈死五个哦，他没死，怎么那么硬啊？干，正好 ED 那么硬哦。哎，天哪，怎么可能有 ED 那么硬？五个我要来，我还想说应该他死哦，我还想说伤害不用全部关上，结果他太硬了吧？干嘛这么硬？